我也没找你了，把话说到份上了，我还没吃饭。你真夸张，你怎么不说茶不思饭不想呀？ 这个东西是这个东西是这样的，因为我针对你，但是你的款这个情况，因为工厂我合作的太多了，我很清楚，我一放水，可能以后就成为常态。我们厂是这个结果，知道吗？这期下的话，要年底，今年如果劳务派遣这边松，头2天就比较麻烦，没人给我做，你知道吗？